2019年度学历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，徐子珊获得香港地区最优秀新人奖，青鸟飞鱼获得内地最优秀新人奖，林依晨郑元畅获得台湾地区最优秀。奖杯了，心里面应该是感慨万千。徐子珊，先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次的获奖感受，好不好？这一趟很高兴，很兴奋，因为是第一次在内地得奖，然后还是唱歌的奖，所以都鼓励蛮大。然后我要谢谢我的唱片公司以及亚洲，然后我自己经纪人都是 GGB， 谢谢我的 fans， 谢谢。可以说徐子珊是演而优则唱。过年的时候我看他过年那部大片《锦衣卫》里面演一个冷面杀手，哇，真的好漂亮，叫托托，对，非常非常的辣。好的，也请珊珊呢先去准备一下接下来的表演，等一下会期待你精彩的表现。的谢谢青鸟飞鱼。哎，同样两位帅小伙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获奖感受呢。首先就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给了我生命，让我有机会可以感受到现在的一切，谢谢我的父母，谢谢我们的歌迷，希望你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是的，兄弟们们无心睡眠，我以为我睡不着，原来大家都睡不着。是的，2010是个新的开始，我们会继续努力，谢谢。好，努力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已经大话西游要上演了，在这个好，接下来既然两位已经说了这么多，这个时候有请两位稍微的休息一下。好的，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送给徐子珊，有请他带来一首 Hit Me。